嗨，各位小朋友，今天我们来玩小猪佩奇的新玩具。我们把玩具拿出来，这是猪爸爸，这是猪妈妈，这是小猪佩奇，最后是小猪乔治。这是佩奇家的汉堡餐厅，我们让猪爸爸进去厨房制作汉堡。我们再让猪妈妈过来卖汉堡。我们拿个雪糕给佩奇吃。我们让佩奇坐在椅子上吃雪糕。我们也拿个雪糕给乔治吃。我们也让乔治坐在椅子上。苏西要买一瓶大可乐，我们让她拿回家喝。海绵宝宝要买一个汉堡，我们让她拿回家吃。派大星要买一份薯条，我们也让他拿回家吃。